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红毯的压轴了。好，大家猜一下今天压轴的会是谁呢？哇，我相信大家已经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这两位，有请范冰冰、黄晓明，有请，有请两位，范爷驾到。请大家注意秩序，注意安全。请大家注意秩序，好不 好？来，我们大家小心一点哦。来，来，我们今天的冰冰也是提名了这个年度公益艺人，还有年度电影女演员。是。小明呢，也是提名了电影男演员。男演员。对。哦，来，小心小心，注意安全。Hello， 好久不见，来。两位，请。来，我们这边请。我们先拍照好不好？请先拍照。来，来，我们看一下正中间。哇，来左边，好，中间。我相信今天大家都拍不够，有没有？来右边，好，谢谢谢谢现场。谢谢非常热情的粉丝，谢谢热情的粉丝们。对对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哦、啊，谢谢谢谢。哇，要跟现场的粉丝打个招呼，好不好？对。我们先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小明。冰冰。嗨，大家好，我是小明。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小明马上改口说：“大家好，我是范爷。”Hello， 大家好，我是女版黄晓明。你很调皮耶，你今天。对，三亚的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可以来到腾讯的活动，也希望今天晚上是一个很美好的夜晚，我们一块儿一起玩的开心，谢谢。也希望大家能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啦。是、今天晚上小明也有提名我们最受欢迎的男演员。对，你最近好像就是很低调哎，最近在忙些什么？一直在拍戏好像是。我最近在忙着飞，但是不是，是岳飞，金钟岳飞在拍。嗯，对，新戏要跟大家见面了。没错，一部很精良制作的电视剧叫做《金钟岳飞》。好的，谢谢小明。好，我们要问一下冰冰好不好？那刚才我们在窃窃私语，其实我们知道冰冰这个新戏也要上了，登陆之日好像开年就要上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没有小明哥的岳飞大。客气了，而且我们知道你最近这个公益项目爱你的心也一直在这个积极的行善当中哈，也是把这个很多西藏的小朋友接到了北京去治疗，最近他们的近况如何？今年爱你的心这个项目一共做了将近80多个心脏病儿童的小朋友，已经得到了治疗，也是一件很让人愉快的事情。然后正好到了年底，因为跟小明也一直都没有怎么碰到面，大家都太忙了，然后在年底的时候这么温暖的一个夜晚也可以碰到他，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没有，我觉得今天晚上碰到你是很高兴的事情。2012年你要登陆了，大家都要坐飞船走，你来救我们吗？对，大家一定要记得赶紧买电影票。扮演救世主来救我们。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们想知道就是，冰冰，我们知道你每年对你的员工都特别的好，今年你们的年终奖会发什么？年终奖，今年30多个同事已经登陆到了三亚。哇，全都来了。对，然后都在今天的现场的人群的围观当中，所以没听到今天的尖叫声特别响亮吗？哇，哎，你们还缺人吗？好啦，我们希望说今天两位晚上也能过得特别的开心，好不好？我们在背景板上签名留念，来这边请。谢谢。好，可以。来，我们签完名之后回头给摄影大哥拍照留念，来看一下中间，来看一下左边，好，右边，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谢谢，来我们这边请，来请，来我们这边请，来来也请所有的我们围观的粉丝注意安全，好不好？请大家注意安全，来大家注意安全，不要围，小心小心，好，请保护你们喜欢的艺人，好不好？大家请注意守秩序，来谢谢。